我们生命都处在一种矛盾之中，凡夫在矛盾中，这明明知道这是空，可是我空不掉啊。明明知道这个我不可以有起心动念，可是我遏制不了自己的起心动念。明明这是知道空，可是世间上我必须去圆满，可是这就是有。可是有跟空之中，它产生了你认知点的矛盾。其实这个空，这个空是在讲它不住，它不住，所以你不能够永远是这种相状。所以这个空呢，就是指它的道理。而这个有呢，是在讲它的因缘。那因缘它虽然呈现有一个时间性，也就是从有到变异，纯住坏空，圆灭的时候没有。所以它因缘里面的有的现象是只有在这么一小段时间内。所以呢，随事现智，随这个事情而现出这个智慧，这个使用在这个因缘法当中。当这个因缘法落谢之后，所有的条件，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所以它的空是在讲，这个因缘啊，缘起跟缘灭当中，其实它是空的啊。那它现的有，其实叫妙有。所以呢，以道理上来讲，我们知道一切不住叫空。如果我们把它换成一个语词，就是一切无住，一切毕竟空。无住中有妙有，妙有中，妙有中蕴含空的道理。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比较容易去了解理跟事里面，其实它并不冲突。那我们的矛盾说啊，修行人就是要整理自己的这个矛盾。有些时候你会着在理上面，所以你不能启动，不能启动那个意愿，那个意愿去圆满它。所以你住在所谓偏空的啊，这个偏空的理当中，所以你住在理体当中，以理来解释于它的空性啊。然后呢，在有的人他是住在事件中，这个事件不完成它，我就会内心有某一种的挂碍，所以呢，我必须进入这个事里面去完成它。可是进入这事的当下，你进入入住未出之前，你感受不到那个空，你要圆满了之后，你才能够放下。所以那个空好像是后现起的，要到你圆满的时候才现起那个轻松自在，对不对？所以常常会有你知道空，可是不能不做，做的时候当下的觉受又跑进去了，空不掉。这就是凡夫，他在空跟事件跟我当中成了三股力量在互拉扯。如果你没有这个我的力量在拉扯，就是标立这个我的感受，那么这个空的道理跟这个事件的完成，你就不会偏差，它就不矛盾。今天因为有我跟事件，所以空不掉。如果没有我啊，这个事件你去圆满它的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到压力跟痛苦。所以所得绑在是因为这个人所得。以事上面随事现智，不着不住，这个时候呢，随这个事而现这个智，不着也不住它，所以它不是没智慧，也不是有智慧，而是清净的智慧。所以以无所得故，在讲的是超越那个我的觉受跟我的认知点。那对于智慧，也就是空的智慧跟圆满这一切啊事啊，这是理事嘛，这个事的智慧里面呢，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我在里面作祟，我的评估点这里面也是清净的。那菩萨就是因为了解
求不得的智慧。菩萨前面不是讲求不得，是求不得。菩萨就是因为了解求不得的智慧，所以对一切看得很明白，且内心无纷扰，没有纷扰，无期待，所以他就不会去索求他，因为没有索求，才叫菩提萨埵，才叫般若波罗蜜。那这里面呢，要进入到我们知道这个众生跟菩萨跟佛当中的差异，我们就是要回到一个基础点去了解三因佛性。啊，这个三因佛性啊，就是天台智者大师他根据北本的《大般涅槃经》所立的一个论点，他说啊，一切众生无不具此三因佛性。此因若显，即成三德妙果。谈到这个三因佛性，就是讲到我们所有众生的一个基础。这个三因佛性，完成在菩萨就是未开发之前，叫三个因。这个佛性啊，这个佛性是具足的。那这三因，这三个面相，而它完成的时候叫做三德妙果。完成的时候叫三德，叫三德密藏啊。以因的时候叫密藏，秘密的藏在背后啊，你不知道。所谓三因佛性啊，在讲的我们这个有三个面向，我们众生无不具此三因佛性。第一个叫正因佛性，正因佛性就是说我们有本觉的觉性的作用。众生你就是你什么都在觉了。觉好觉坏什么都在觉，哪个时候不觉都在觉，所以这个本具的觉性，这个觉性一直是在，只是你觉性的片面使用或错误的使用，去使用都是在用，只是说你在使用的时候，你本身照料的功夫啊，他照料的功夫有全面使用还是局部使用。讲到的正因佛性，正就是中正，中必双照，也就是它是绝对没偏差的，然后离于边邪，就离于两边，照空照假，非空非假，三谛具足，也就是空谛、假谛、中谛，是正因佛性。诸法实相之离体，是成佛之正因，也就是我们众生都有这个本觉，这个觉性。这一点上课到这里应该很清楚吧，你是不是都在觉，而且你都很正确的去觉悟它，只是觉悟你是觉全部或片面啊，这个觉悟出来的这个答案你握着，你把握着，与我有关或与我无关，或是清净的看这一切，这就是它的差异性，就是绝对跟绝错。所以啊，我们众生有这个正因佛性，然后呢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发挥功用就是能够照了，叫了因佛性，能够照了前面呢，用这个正因佛性的作用来照所有的事物跟所有的道理。所以呢，当你发这个启发使用这个觉性，在做照了的这个功夫，如果是这样，这个功夫有发展是全面性的，全面性无错谬，这个就叫般若，这个就叫般若。那原因佛性，缘是助缘，就是讲现前的缘境。现前的缘境里面呢，一切我们看到借善缘之资助，已完成三德妙果。也就是你为什么会照了，是不是有现前？我们三因佛性里面的正因佛性是本具足，然后你人活在时间空间的坐标里，所以一切现前的缘境，现前的缘境的时候，你以现前的这个为助缘，以了因佛性，就是功能的发挥，
而基础上是因为正因佛性，所以呢，这个三个佛性的运作，一切的功德善根资助了因，开发正因之性，是为原因佛性。这讲到是什么？就是现前的所有一切情境，你因为有正因佛性而发挥的作用叫了因佛性，就是般若这个觉照的功夫。所以呢，你把这个所缘的缘境现前的所缘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圆满？是不是就是圆满？那圆满的就是这个就是善缘嘛，现前的这个就是善缘，善缘借这个来圆满，然后你圆满它做完了，是不是就解脱？是不是就解脱？所以正因佛性讲的是我们法身，我们有清净法身，但我们法身叫具足而未完成开发，是不是叫具足法身功德嘛？但是未开发，然后现前的缘的时候，我们没有发挥它真正的了因佛性，就是观照般若的功用。那原因佛性当然就偏差，这就是所谓杂染的轮回之路。那佛呢，他在这个三因佛性里面，就正因佛性就是法身，法身本具，而是全然都在用嘛，对不对？然后了因佛性就是功能发挥，觉性都在做观照，都在做正观，然后借着这个因缘，你可以看到你的觉性的大作用，而圆满所有因缘，也就是事，这样叫理跟事嘛。所以当这个圆满的时候，就证得了三种圆满德相。这三种圆满德相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德，法身、般若跟解脱德，这三德。那这个三德，今天介绍这个同学有一点不能很了解，你也势必得一定要接受，因为我们众生就是不知道自己这么饱满，不知道这么饱满，所以在这上面没有办法去把矛盾给消融掉。如来具这种三种圆满德相，先讲因缘德，因缘德是不是就讲我们的正因佛性？这个因它圆满，因行圆满具足，也就是 你有这个觉性，那你在修，我们在讲说正德法身，因为法身是众生本来具足的，因为迷惑所以不显，但是可以依照修行的办法而证得，所以叫做证得法身，叫证得法身。那要证得法身，所谓如来他具足三种圆满德相，也就是证得法身。第一，证得法身叫因缘德，如来如何圆满具足这个果德，他在因开发这个法身的时候，他有四种状态。第一个叫无余修，第二个叫常时修，第三叫无间修，第四叫尊重修，也就是根本就没有偏差，他没有所谓起落，他是恒常用觉性在觉一切。同学，你是不是用觉性在觉一切？其实我们是恒常觉、常时觉、无间觉、尊重觉。有没有尊重倒是个人不一定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觉所有的一切？其实没有差，都是一样，只是我们所觉后面的不一样，就是你的能力有没有完全发展，跟你觉悟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对，是全面或片面。那在讲果缘德，也就是如来的果德圆满具足，它有四德，就光对于这个果来讲，叫智缘德、断缘德、威势缘德、最后色身缘德。智缘德就是它有无私智、一切种智、无功用智，当然还有一切智，就是空的智慧，这个是智缘德。断缘德就是它能断除所有的烦恼，
能断除烦恼，一定因缘得有发生作用。然后呢，你波蕊有发生作用，你才能断烦恼，对不对？那真正毕竟圆满，一定是怎么样？还有把事情处理完，叫恩缘得，那才能圆满的。那我们在讲说果德啊，但如来什么都圆满，里面还有威势圆德，就是外境的变化。外境的变化等等这些呢，啊，这些如来都很清楚。那他这上面呢，就是有威势力，我们讲的不可思议的威德功德力啊。那第四叫色身缘德，也就是因为所有一切圆满了啊，那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以啊，超越金刚外幻神光，叫色身缘德。那听到这里，同学，我们不要觉得这个路途很遥远，因为每一个当下就是你可以证得的时候，它并不是需要等待，觉性是不需要等待的。波蕊，这个波蕊智慧啊，波蕊啊，一。抽象来看，波蕊指它的觉照的功用，以它的答案来讲叫波蕊智慧，对不对？波蕊波罗蜜，对不对？波蕊波罗蜜多，多当然是语助词，所以以它的答案来讲，就是由波蕊产生出来的圆满的答案。那这个上面呢，其实它没有具体的样子，它观照出来针对于这样的现前的缘境而去做正确的处理。我们现在就不用什么其他智慧的代名词，就做正确的处理，去圆满它，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以它的答案圆满来状态来讲叫智慧，以它的作用来讲就叫觉照之力，这是觉性。那如果你在所有一切里面没有把你现前的所有一切圆满，你终究会挂在那里，你好像有一个东西挂在那里，你不会放下的。修行人自己很明白，今天有一件事你该做你没做，哎，空了，你就是那个空是暂时使用的自我啊，给自我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借口，自我的借口，空啊，与我无关。之后就会看到那个东西没有完全泄露，没有完全泄露，你一定会记得它没做完，因为你的缘现前，这个缘就是现前，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起有某一种这个东西在中间呢，会看到一个所谓慈悲跟菩提心。如来慈悲哀悯之德圆满具足，因为如来自己呢是解脱三恶趣跟生死之苦的，那他当然已经成佛了，所以他帮助众生呢，他帮助众生解脱三恶趣与人天之苦，与生死之苦，解脱三恶趣跟生死之苦，然后这个众生呢，要让他推向人天的安乐善趣。那推向人天之后，就在帮众生一直去向极然的解脱道，所以去向二乘。那二乘呢，证得空的时候，他又叫你回小向大，发菩提心，转为菩萨乘，然后最后呢，修行到圆满。所以如来就是有这样的恩缘德，他就一路带一路带，带到圆满。所以我们会经过多少层次，就是因为我们个别的在现象中，就是现起的所有因缘中，如果你没有完成去做它，其实你不会得解脱的啦。你如果内心假设性的空，假设性的空啊，与我无关啊，不理它就好，你还是没空啦，你没有空，你那个是用道理来解释，它不是真空。它不是毕竟圆满的，如果毕竟圆满才能毕竟解脱了。
那心经里面讲的啊，就是究竟涅槃讲的是毕竟解脱，它不是 以你境界里面的啊，这空的立论的道理空，而是没有圆满，这样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在法身讲到法身具足，本来就是众生本具足的清净真如本性嘛。所以你的法身呢，觉性啊，你要这个里面呢，觉性叫就是功德法，那你要完纯。他随顺清净真如，随顺实相，这样是完成，完成你所有的开发啊，这样叫法身，诸法之本体。那解脱就是解脱烦恼的束缚，般若是指悟得的智慧，这个是在就他的果而言呢、啊，悟得的智慧，它的作用，般若就是在讲它中间的作用，解脱。就是在讲他实质操作之后才把这个烦恼的束缚给排除。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所得而矛盾存在其中，就是因为你看到法身是这样子啊，你知道你的觉性你有作用，矛盾是因为你的觉性有作用，所以同学不用怀疑，你矛盾跟不矛盾都是一样，觉性有作用。矛盾就是你的觉性有作用啊，有般若没有解脱，没有解脱，于是你住在空里面，有进不去。你如果有觉性，有现况，有现况的这个因缘的所缘的这些东西啊，那没有般若，没有般若也不能解脱。那这个时候它就呈现了。是一种有的这种杂染现象，因为它不能解脱，就产生一种苦，就产生一种状态，有业的存在，有祸，因为你没有般若，你没有般若，它就有祸，这样了解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就是因为知道所有一切求不得，求不得，所以不会去把握那个所得。它并不是说中间没有经过所得，上次上课跟同学问很多次啊，不是没有经过所得，而是最后他知道连你所体会到的所有这些道理也不住，也不住。所以这个上面呢，他了解这个是不住的，所以你不会执着而掌握它，没有期待心，所以因为无所得，超越了这个所得，所以菩提萨多才叫菩提萨多，可以成佛。那他是依凭什么？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是不是依这个觉照的功用，是般若的使用。那这个般若的使用呢，你能够觉照，看得明白心就没挂碍，看不明白心就挂碍。同学这句很清楚吧，你什么事看得很明白，你就是不会挂碍，他只是要怎么用什么办法，要多久的时间把它做完，你就是看不明白才挂碍，因为它有时间压迫性跟办法未现前。如果你办法现前呢，那你就知道这个办法如何去使用它，而这个时间呢，不期待它，既然知道就采取行动吧。所以菩萨是有行动力的，菩萨是有行动力。那二乘人呢，是比较没有行动力，他也会随缘呐，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心无挂碍，所以是无挂碍，无挂碍故。那这里呢，给同学补充那个大般若经。大般若经一直强调菩萨是怎么来成就的。先讲到大乘本身心地观经里面啊，有一段啊，是这个菩萨去供养佛。他说，能施所施即施物，于三世中无所得，我等安住最甚心，供养一切十方佛。
世世亲近大悲主，恒常奉事大慈尊，以无所得妙善根，圆融法界去真觉。这个地方菩萨就说到，他说啊，唯愿世尊啊，你从定中起来为我们转法轮，那我们呢会供养，请世尊呢慈悲爱纳受啊。那我所施，我能施，能施是不是自己？能施跟所施，跟这个所施的这个标的这个物，于三世中无所得，在三世过去、现在跟未来里面，我都知道它毕竟空的道理，所以我不会住在我有施、我能施、我施物的这样的一种定义里面。如果是没有在驻着在这种情形，就是我等安住最顺心，这是最殊胜的第一义体清净的心，以这样子无所着、无住、无祈求来供养一切十方佛。现在有没有供养？有，可是这个供养呢是无住也无所得，所以才是真供养，这才叫真供养。他说世世亲近大悲主，我希望世世能亲近大悲主，那这听起来是不是有时间观？同学，你希不希望世世亲近大悲主，我们可以有机会亲近佛，恒常奉事大慈尊，是不是诚实供养大慈尊，以无所得妙善根，你基本上就是要无所得的妙善根才能圆融法界去真觉。如果你有所得，就是有一个定位，你就是有个层次，有一个范围，有某种可跟不可，它就是局限了。那菩萨要开发的时候，就是超越那个极限，超越那个有跟无，所以要丢掉你的所得。中间会不会所得？会，但不住。问题不是你没有经验，而是经验之后，那个经验已经不再是原文字，而那个经验已经是实相，而实相非相啊。那在《大般若经》，《大般若经》里面呢，卷三啊，黑板有给同学一点点补充，这里面的补充，它六度全部都有讲啊。他讲说，这是世尊为舍利弗说的。他说，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圆满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之、八圣道之，是三十七菩提分法不可得故。他在讲三十七道品不可得。我们修行的过程是不是要需要借助三十七道品这个菩提分法，所以才能够转凡，对不对？那这个上面呢，这个三十七道品法确实不可得。他没有具体的说你什么叫四念住，什么叫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之、八圣道之，他没有具体的什么样子叫什么。那这个里面呢，他讲到菩萨摩诃萨都是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是不是安住？因为本觉已经知道了，所以安住这个清净完全的觉照，是不是安住这个全部的觉照？如果我们讲，哎呦，般若啦，你有般若不？我有一点点般若，这个好像很难去掌握什么叫般若。就是我觉照了，你上次不是讲旷照吗？对不对？讲旷照嘛，你是不是能旷照？而旷照所有一切明白本身呢，本身就要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这个大般若经一直讲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你就是要放掉这个所得作为你的办法，你才能够圆满。如果你今天有任何的所得，而这个所得就变成实质，变化成实质的东西，在你的内心啊，它给转换了，你转换成一种实质的住在里面，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自由自在。所以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菩萨法最后要成就佛道的时候，都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就是超越无所得，这是超越的意思。
所得就是有嘛，就是超越这个所得作为它的方便法。如果你不放下，你不无助，而是有任何一点粘附的情形，你绝对没办法圆满，任何一支都没有办法圆满。我们就讲过啦，布施，你布施第一次心会疼，肉会疼，会不甘，第二次应该做就是这样，第三次哎，看他可怜，不然做我艰苦，第四次那哪有啥，大家说假的，到一千次，什么叫布施，根本没有定义。你布施第一次跟第一千次，你就能体会做一件事开始做，吼，这么苦哦，叫我做这个工作，第二次无我做，想要做，第三次咱人就是安尼，倒遐别人做好咱，倒不如咱做好别人。第四次、第五次，通到尾啊，看到就做，对不对？看到就做。但是如果你把那个苦，第一次的不甘愿，跟第二次吼、哦，实在脚蛙告告，你把那个我一直摆着，到一千次，你就万叹高情高霸高十高百。超越不过去，是不是？你超越不过去，所以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你才能跨越。所以《大般若经》卷三一直在讲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所以法门都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你过程的体会的点点滴滴那些，如果是有，你绝对不能进阶。就像你手上拿了小石头，你没有放掉这小石头，你不可能再去掌握空，你不可能再拿到更往前走，去更伟大的宝藏。所以都是以无所得故，你要放下，你就是要放下。这里面继续啊，我再念一段：诸菩萨摩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圆满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三解脱门不可得故。任何的解脱门都一样是不可得，是因为你在那种范围之下，你在那种局限，所以才用这个办法去对治它。你因为有嘛，所以要跟你讲空嘛；你因为有相，所以跟你讲无相；你因为愿求太多，所以跟你讲无愿。都是为了要解脱你原来所绑着的那些桎梏嘛。所以这个当你证得空解脱门，一切不执着；证得无相解脱门，一切不住；证得无愿解脱门，自在而不挂碍。那这个上面呢，都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以无所得就是你要放下所得，超越所得，作为方便，你才能前进。这里面呢、啊，都一直讲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我再简单的再念几段呢、啊。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圆满时随念，为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戒随念，舍随念，天随念。”入出席随念，宴随念，死随念，生随念，是诸随念不可得故。这个讲到念头，就讲到念头。菩萨用无所得而为方便，而进入十随念。你念佛念到最后，是谁在念佛？佛是谁？如果你没有把佛是一切平等、一切圆满、一切所有的一切，把佛量化或佛价值立在那里，把我跟佛是对立的二分法，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成佛的。所以一定要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来圆满这十随念。那这个中间过程会不会转凡为圣？会。
一定会转凡为圣。这转凡为圣是不是有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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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出来？但是他最后要圆满的时候，就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才跨过去。而跨过去之后，就知道诸随念不可得。它是一个比对的。你今天因为有脏污，所以才需要抹布，就这样。你因为有脏污，所以需要抹布，这是一个二分法。可是你在念念念念念到最后，它是融为一，然后融为无，无相，你才能证入法身啊。所有的法门都是这样。他又讲，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圆满实想，为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死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厌食想、断想、离想、灭想，如是诸想不可得故。念本来就没有办法永远存在的，想也是在变异中，所以你要用无所得作为方便，你才能够跨越你所有的想。你现在是颠倒中，所以要叫你无常想。如果你把世间看成是常，然后知道啊这个无常想，结果你住在无常想，那又是另外一个颠倒，对不对？你是从这边跳到那边而已嘛。所以要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你才能圆满想。这个想完了，原来我执着啊！现在原来我这个上面想错了，我现在纠正它啊！我了解了，两个是不是一起放下？那就是无所得而为方便嘛！一起放下之后，是不是就没有了？那回到最原始的状态，本来的面目就是清净而已。那我们众生在这上面有太多的想，啊，这个想其实。诸想不可得，可是修行里面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通通不想，那个就叫放下的时候，第二个办法是通通都给他想明白，那个叫觉照得般若智慧的时候，然后再来以无所得而为方便，通通放下，放下即提起，开始通通放下，是不是都不要想啊，不要想不可能，就给他想透。可是想透的时候是想正确的，叫智慧，智慧的关照。他不是把他想坏，一直给他坏坏坏坏坏到没去把他杀死，我不是人。那他就是加强啊，加强造作的恶的意念啊。对不对？那我们在讲自尽其意，是不是你有一件事情把人家想坏了。自尽其意，是不是？哟，彻彻底底的把它想对了，也是用想啊，那个叫正思维。这个时候，这边的想叫正思维，啊，这边的世俗的想就叫想。那事实上，是不是都是脑筋里的运作？那只是使用名词以做区隔嘛？是不是都是想？一次把它想个透，想个透就是正知见。正知见，再把知见放掉，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你才能放下知见呢。所有一切都是这样，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圆满四摄事、四圣住、三明五眼、六神通、六波罗蜜多，如是六种不可得故。这是在《大般若经》里面一直讲菩萨如何最后能成佛。他就是要用无所得来作为他往前走的那往前走的一种推动力，因为你只要停在某一种状态就不能够圆满。所以在找一段念给同学听，他说，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圆满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如是六种不可得故。所以谈到
佛具足的实力四无畏，四无碍解，也就是四无碍变变才啊，十八不共法跟三十二大事相，这些八十随心好都是不可得。如果你有所得，你会绕在那个原点，就是这样绕。我们看呢，一般人来讲，你有所得啊，你做某一件事情啊，你做得真好，师姐，这上面就是你的专才。那这个上面你有所得，你就会绕在这里，你别的地方你就跨不出去。当然这个过程有一个是所谓从零到一百的过程，我们不能否认说你原来没有经验的零，然后在中间你不需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慢慢去开眼，不否认这个，只是你在零到十当中你有九次的经验，这个上面你可能还是看到有一些应该要往上攀。当你到八十的时候，在你下面的人很多，在你上面的人很少。只要大家往上看，跟你讲你好高的分数，你大概就只有八十。这样听懂吼？人就是这样啊，你大概就会停在八十。如果你要知道这些无所得，它没有一个标准。它没有一个标准，一个极限的地方，所以当你越做越顺，这个上面八十，你无所得，你要超越你的位置的想法、看法，跟你会的东西的内容，你就继续才能够真的圆满到一百。人差不多就是，这是共高我慢跟自是他非出来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不会前进，不大能前进的啦。所以为什么要讲无所得而为方便？像很多的这种一切的修行都是这样，在修行里面一定会有法身，而这个法身呢，好的坏的都是无所得，不是只光对好的啦，坏的也是无所得啊。我们有一次在讲说，同学其实真正的这个佛弟子他必须具备有某一种特殊的这种不能讲性格，他应该非常特殊的这个特质，他才能够修行里面很快得自在。也就是错知道错，改知道要改，也真的去改，伤心然后无所得跨过去，发起那个自发的那种清净的愿，然后才能够持好戒。你没有这样，你怎么会去持好戒？所以持好戒的过程里面，这个就是从零一直到六十，这个过程一定会有自我压迫跟期待嘛。但佛弟子就是你错，你知道错，对的跟好的跟坚持的跟不坚持的，所有的都是属过去。那都在有所得的状态，然后你现在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格需要知道，就是本来一切是无所住，是清净的，是寂然的，本住涅槃的。所以你慢慢走慢慢走，知道错就即刻改，发怒也敢发怒，但是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哭哭啼啼。所以开始的时候一定会很难过的常悲，后来呢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了然于心，但是自己呢能够跨越，能够原谅自己的人也能原谅别人。有的人是不原谅别人而完全也原谅自己，就是纵容自己。那修行人你要能够原谅自己也能原谅别人，但不纵容自己也不苟同，会有无限的尊重，完整的尊重，这样子。所以都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果你有所得是不大可能成就的。要讲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集于无量无边佛法，如是诸法不可得故。就是这样，一切诸法不可得，真正饱满的智慧，然后安住在就是般若波罗蜜多，
只要加上般若蜜多，就表示是圆满的全面性的，它不是局部的觉照而已。那这个就是旷照，对不对？那这个上面呢，就是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果你有所得，它就卡住，然后不再前进，卡卡卡卡卡。啊，如果无所得，你才能够很顺遂的在这里发展出来。啊，那这个这里面呢，还有一段是要给同学了解的啊，就是《放光般若经》啊，在《放光般若经》里面，这个《放光般若经》的经文里面有善观于幻法，之所有如幻，救济众生，变得无众生之相，以无所得法利众生于无所得法，以世俗术不以罪上药。这一段看文字能够懂哈？善观于幻法，就是他的觉照力，就是能够清楚明白的观照所有的一切法是如幻的，所以你心中结构出来的有为无为的什么样的万法，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心态。所以这个如幻是不是没有，是它会有相状，比如因缘起的时候，因缘和合的时候，它有相状，可是它不是永远这个样子。所以当它又泄落之后，就像一场电影演完了一样，所以叫幻。所以呢，善观于幻法，之所有如幻，之所有一切如幻影一样，它不是没有，可是它一直过一直过。救济众生，你当下变得无众生之相，就是这个众生呢，跟你的因缘千载难逢，就在那一刻。你每天都会锁在某种关系法的一种煎熬或是期待。这个家眷是叫定业啦。定业家眷的关系其实叫定业不可转。你就师父你怎么这样解释，没错啊。你家眷的关系夫妻是可变化啦。那你生的孩子跟你妈妈生你是不是叫定业，他们关系是固定的啊。在这一段时间不可转。就是说他的名称不可转，但是可转其体啊。不可转其相，但是可以转其体啊。但是他体本空嘛。所以像你从你母亲而来，所以你永远都是他的儿子，在这一段他永远都是你的母亲，在这一段是不是定业？定业就是有一段时间跟一个空间他的结合性嘛。那你结婚生子，你又生了孩子，这是不是叫定业不可转？你就要永远在受这个定业的一些定义嘛。但是这个定业不可转是在讲他关系法这一段不可转，但是他亦可转。为什么？因为他本虚本幻啊，本如幻啊。那本如幻你也不能够掌控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没办法永远掌控你啊。一样的道理啊，你刚小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你就开始揣测他是不是肚子饿，他是不是尿湿了，你都要去摸摸感受一下。然后到他长大，他纵使用语言文字跟你表态他生气他需要什么东西，你还在揣测他生气的程度跟他需要什么东西，你应不应该去满足他。有时候再大一点都不跟你讲话，你就开始揣测他现在在想什么，结交了什么好朋友坏朋友，你生命里永远都在揣测人嘛。同样的道理，你妈妈也在揣测你好几十年了、是不是？那最后母亲认得孩子吗？认得那张脸叫定业的关系，而那个内容认不认识？认不认识？哎，他也有一份，他不认识他自己，要来认识你可难，所以人都是要回去认识那个基础的点。那你说透过语言文字都是方便的，那要无可不可得，以不可得你才能够全面的去清楚。那这个善观所有的众生相，你就要破这个众生相。我们看到众生呢，会不会看到有的众生他个性比较拗，有的比较脾气比较暴躁，有的比较温和，有的经不了别人给他
就是要求看不得别人的苦，就有菩萨心肠嘛，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坚持啊，这些。所以啊，你要以无所得法利众生于无所得法，你不可能也不应该把众生固定在某一种你以为的相状，那是不对的啊。如果说你落在世俗的这种观点，以世俗术不以最上要，不要以世俗的观点跟世俗的所有一切的解释来认为这就是你最高的能力跟这是最重要的，这样你绝对是失败的。因为你只是看事跟物，你着在事跟物。有的人会以数字，会以数字来肯定于他的成功。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师父，我请问你，你以什么而感觉到满意？”我说：“什么叫满意不满意？我告诉你啦，你一定以你发行片有多少跟收视率有多高而。”